小波的广州行。今天的工作结束了，这是我第二次来广州，因为第一次来特别匆忙，我就没有逛过，然后正好今晚没有工作安排，所以我决定去夜游珠江，走吧。我们的船到了，你看多高级，我们在最上面。甲板上，好开心。既然出来了，就要适当的放纵一下，吃一下当地的东西。我们现在准备来买肠粉。你好，我看看。海鲜肠粉，我感觉好好吃。其他味道，然后就是很纯的牛杂味，汤很鲜，我就想把那个汤喝掉。还有，我要收回我刚刚说的话。我刚刚说，在广州吃的所有东西都很甜，然后可能在待一周就不太适应。但是，我现在是我探的第二家店，吃完了我已经觉得，在广州再待下去我也愿意。你看到那个广告牌，那个碗上面，我以为有个苍蝇，他们会觉得这份牛杂特别好吃，结果好像真的是苍蝇。啊，确实是真的。好吧，我想多了。我们现在准备去吃一家刚刚司机师傅推荐的甜水店，好像关门了。百花甜品店，好可惜。哦，好，哎，好像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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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开着呢。我现在已经买到了。广州之行结束。我感觉这个对我吸引力是最大的。哇哇，老板真的很好，装的特别满，都溢出来了。这是杨枝甘露。这个鸡太紧了，只能这样粗暴的打开。Sorry。好，我打开它的过程，我感觉就用了5分钟。
其实他家怪不得有很多人排队，他这个一点都不腻。这个是三宝吧，这个应该是下三宝，就是里面有绿豆、银耳，然后下面喝了特别解暑。这里面是红豆，然后西米露，这个一般。哎，它这个里面有那种类似于薄荷和那个王老吉那种凉茶的感觉，我估计也是解暑的。然后这个就是。西米露，再加上他们家的双皮奶，哇，这个双皮奶是真的绝，一点都不腥。因为有的双皮奶我之前吃过就特别腥。小店，不枉此行。啊，今天他们闭店的时候买到这么多，今天的探店结束了，我先要把它吃掉，然后睡觉。拜拜，不要怪我吃，因为我也不是天天吃，好不容易来趟广州，所以原谅一下今天晚上吃了这么多的我。拜拜。第二天我又来吃东西了，然后今天来吃红鳝火锅。它已经煮开了，然后开始下肉了。我刚刚在江边拍了一张照，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看的，把它买下来了，准备这期 vlog 放的时候抽个奖送给不知道哪位小可爱。